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This is Blair. Hello, everybody. This is Summer. 欢迎大家收听早安英文。Summer, 听说向往的生活都出到第六季了啊，你看了吗？前面几季我都是一直在追啊。Mm-hmm. But, I mean, don't you feel like that it's actually getting boring? 其实早就有感觉了。之前的几季我都是一集不落的。在节目初期的时候啊，我确实还蛮向往这种生活的。It was like...The whole family gets together and enjoying a wonderful meal after a whole day's hard work. 深有同感啊，但是现在就感觉它像是流量堆砌的城市化节目了。之前是三五老友把酒言欢，现在呢嘉宾呢互相好像都不熟，然后形式好像也都是编排好的。是的，每次我看到那种很尬的镜头的时候啊，社恐的我就不自觉的要带入了。我的想法就是No, no, no. That's not the kind of life that I've wanted. Yeah. 不过有一说一，每次节目还是有期待的，就是黄小厨做的菜。感觉很多平平无奇的菜式啊，在他掌勺之下就变得非常有食欲了。猪猪女孩谁不想吃一顿黄老师做的饭呢？不过说到菜啊，经常有同学问我，老师，这个菜用英文怎么说？那个菜用英文怎么说啊？跟老外介绍的时候呢，感觉很多菜式直译的话是挺奇怪的，相当奇怪。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就好好跟大家介绍一下各种传统菜式的英文表达吧。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每天都会更新。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听说读写的内容，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记得给我们订阅哦。另外，点开小铃铛，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啦。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啦。那贝贝，首先啊，让你先说一道黄老师做过的，让你印象最深刻的菜是什么？That's tough to just pick one. 那就红烧肉吧。红烧肉没问题啊。那红烧肉的英文其实还蛮好理解的，就叫做 stewed pork with brown sauce. Stew, S-T-E-W. So when you stew meat, vegetables, or fruit, you cook them slowly in liquid in a covered pot. 也就是我们说的炖。对。可能不同的地方红烧肉做法还是有点不一样，像我们不会在锅里炖，是直接在锅里烧。那像我们家呢就会炒完之后呢拿一个砂锅去炖，那这个过程呢我们就可以用 stew 来表示，所以是 stewed pork, right? 然后红烧肉讲究的是这个浓油赤酱嘛，所以呢 brown sauce 来形容我们说的这个糖色棕色的酱汁儿，所以连在一起呢就是 stewed pork with brown sauce, right? 那 Summer, 你最喜欢黄老师炒的哪道菜呢？那作为地道的湖南妹子啊，肯定是辣椒炒肉了。谁能拒绝一碗油旺旺的辣椒炒肉呢？那这个英文啊，我们就可以翻译为 stir fried meat with chili. Yeah, stir fry.这就表示用大火炒、爆炒，香菜全是爆炒，对吧？然后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个翻译菜名的规则，就是我们是以烹制的方法为主，原料为辅。也就是说啊，先说烹饪的方法 stir fry, 然后加上后面的原料 meat 和 chili, 连起来啊、哦，你就得到了一碗香喷喷的辣椒炒肉了。待会儿就点一份啊！这肉菜都有了，咱们得来个主食吧。那我点个炸酱面吧。哇，我还记得第一季第一期啊，就是黄老师和大华在那里临时搭了一个灶，然后就是做了一份炸酱面，哇，看着真的太香了。所以这个炸酱面英文要怎么说呢？ Well, you can simply just say noodles with soybean paste. Soybean paste. Soybean 就是我们说的大豆、黄豆。Paste, 它可以表示面糊或者说浆糊。那在这里呢就表示我们说的这个酱啊，所以这个表达也是很直译了。对，很多像什么包子啊，汤圆里面那个内馅也可以用 paste, 对吧？ Right, right. 那所以这里还能学到一个翻译菜名的原则啊，就是主料为主，配料为辅。炸酱面重点还是面嘛，所以这个 noodles 放在前面。那刚刚说到的辣椒炒肉是不是也得换一换啊？
What do you mean? 辣椒炒肉我们刚刚说的是 stir fried meat with chili。可是你见过肉比辣椒多的辣椒炒肉吗？家里的吧。Yeah, but you got the point. 那以后我们就叫它 stir fried chili with meat. 心满意足的离开啊。哎，那我再点个菜吧。糖醋排骨。糖醋排骨，哇，口水流下来了。我们来看它的翻译 ,sweet and sour spare ribs。Sweet and sour, 哎，还是蛮好理解的，糖醋嘛。那这个 spare ribs 又是什么呢？Well, spare rib is a cut of pork ribs with most of the meat trimmed off. 就是指呢大部分的肉都被切去了的猪肉排骨。这个 trim, T-R-I-M, 表示切掉、削尖。然后呢如果是 rib 的话就是大部分的肉呢都还在上面。Got it. 那这个翻译就正好符合我们的原则三啊，就是以形状或者口感为主。原料为辅，先说口感 sweet and sour， 然后呢再加上原料 spare ribs， 所以连在一起 sweet and sour spare ribs。 对，哎，稍微是有一点点烫嘴了啊。But I have to say that my mouth is literally watering right now. 口水直流三千尺啊。哎，那这里可以再学一个表达，就是我们说形容一个东西好吃，中文会说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那其实英文当中呢也是有一样的表达的。Right. You can simply just say my mouth is watering or something looks mouth watering. 我第一次录个节目给我录饿了。Same here. So what do you want for lunch?It's just hard to pick. 我感觉我们今天讲到的东西我都好想吃啊。Then you can take your time to think about it. And I'm gonna order my favorite 辣椒炒肉。OK, 那今天的节目有没有唤起你的食欲呢？几季的向往的生活哪道菜最让你念念不忘呢？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哦。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每天都会更新。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听说读写的内容，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记得给我们订阅哦。另外点开小铃铛，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啦。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啦。Okay, so thank you so much for listening. This is Blair. This is Summer. See you next time. Bye.